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尖端科技军事杂志社长毕中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台北捷运北门捷运站。我后面的呢，就是在120多年前台湾巡抚游铭传所建的清代的机械局，也就是台湾铁路和电报的始发地。在1895年的乙未战争时候，日军三根支队也首次的运用这个当时刘铭传的铁路呢，运粮食到了龙潭，这也是在中国战场上首次运用铁道来作战。抗日军呢，也在沿着这条从台北到新竹的铁道呢，在进行游击战，并且破坏了沿线的这电报线，让日军在后来的南下作战里面吃尽了苦头。机器局是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建省后第一年的主要军事建设。他的职掌除了制作枪炮、弹药及维修各种武器外，他同时还监管铁路、火车的修护及伐木局的一些大型工具制作及分配。当时刘铭传铁路的路线铺设就是从机器局开始，先铺到基隆，然后再继续延伸到新竹。1895年，当日军在台湾登陆时，台湾民主国的军队就是利用这条铁路增援基隆前线。而在台北城沦陷时，也是利用它快速地撤退到新竹。1895年6月10日，基隆至台北间的铁路运输开始运作。第一批的运送物资就是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亲王的医疗用品。另外重要的就是要补充当时驻扎台北日军所急需补充的一些军用品。好在义勇军早已知道这项情报，于是从大道城铁道桥往新庄方向大约2公里间的电报线先被切断，电线杆也被砍倒。6月22日，日军占领新竹后，刘铭传铁路专用的火车头总共8辆都被日军强行接收。华山总督为确保新竹以后补给线之安全，将原据守澎湖的比志岛的后备步兵1连队第2大队交由北白川宫指挥，并在6月24日下令，原先驻守在基隆的岩原少佐率领辖下混成支队，即刻赶往桃仔园，设兵站管制来往的行人与交通。因此之故，当时台北以西兵站的控制权仅仅达到桃园，而桃园至新竹铁路沿线，因为有抗日军队不时的袭击日军位在各大市镇的兵站部，又破坏铁轨、烧毁桥梁、剪除电线、电杆等等行动，有效地阻断了日军从台北至新竹两地之间的联络。日本的随军记者感叹，甲午战争之际，兵站线绵延长达500里，兵站部的设置也为数不少，但兵站部受到敌军如此猛烈的袭击，这还是头一遭。后来日军发现出没于桃仔园、中立、大湖口一带的抗日军的首领就是安平镇的胡家游，于是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目的是使新竹往后的道路得以畅通。安平镇也就是今日的桃园平镇，位于中立南方5公里。乙未割台时，胡家游受唐景崧之命在该地招募兵勇抵抗日军。台北沦陷后，胡家游不愿就此屈服，首先把枪械弹药运回自家在安平镇庄的伙房处藏放，接着联合同村的黄良胜，以此处作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农庄的伙房是以耐火砖瓦堆砌建成，倒土砸石有如堡垒，墙壁四周都设有防御用的枪眼，而墙壁上层的枪眼则可以自高处俯射接近的敌军。再加上伙房外的第一道防线是周围密密麻麻连接起来的刺竹林，这片竹林高数公尺，盘根错节难以穿越，而竹林外又有很深的壕沟环绕着，伙房的四周全是水田，易守难攻。日军因粮道受阻，不得不暂缓执行南进计划。6月28日至7月1日，由近卫1连队第1大队长三木少佐从中立率军2度攻打安平镇的胡家伙房，但都被义军击退。不过防守的义军最后因为水井被炮弹炸毁，无水可用，只得转进到龙潭坡庄继续抗日。我的主线路就是给他粮食哦。我那时候我们汤家有做茶叶哈、哦，茶叶工厂来来回回粮食全部供给他。
日军进入伙房后，愤而放火烧毁了胡家伙房，没收胡家一切财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安平镇之役的胡家伙房。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水池呢，就是当年的伙房的旧址。在我的左手边呢，是瓦窑湖，也是古战场之一。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虎头岗，当时日军的三炮就架在那里。在这四周呢，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的竹林，那时候环绕在这边啊，因为竹林的很茂密的保护之下，使得胡家伙房当年可以幸免于日军的火炮。但是呢，在战后呢，日军占领之后，还是一样被日军一把火给烧了。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只剩下一个水塘的遗址。据当时参战者胡佑士云，前来攻打的日军1000多人，较之仅200名的义军多出数倍，而且步、弓、炮3个兵种协同攻打一座火房，还9攻5下，这凸显出日军拙于村落战的一大缺点。1943年11月，日方根据安平镇庄2次战役共14名当场死亡、20名负伤的记录，在胡家伙房的庭院中竖起了一座忠魂碑。1945年，台湾光复后不久，胡家游的孙子胡志明来台，向平镇乡长出具当年的土地契约。台湾省政府调查属实后，将原被日人没收的田宅土地悉数发还，并撰文表彰胡家游忠勇毅烈的事迹。日军大致肃清了刘铭传铁路沿线的抗日势力后，重新修筑被破坏的铁轨，基隆到新竹共62英里，在全线得以畅通后，一天一次，平均50-60吨之粮食和补给材料顺畅地在铁道上运输着。但义军并不气馁，依然在铁路部分沿线发动游击突袭。7月10日凌晨，义军突然从新竹东南方高地的十八尖山朝城内及火车站靠近。近卫1/2联队长晚井重纪大佐下令第4中队防守东门，其余战斗部队在南门快速集合，并亲自到南门上攻占。然而，义军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火车站做扰乱性射击，而拥有2-3门炮的部分义军则盘踞在枕头山东方1公里处和山上的义军相互对峙。7月13日至14日，据守龟轮岭的抗日义军对岭下的塔寮村日军粮食纵列和桃仔园兵站部展开攻击。当日军用火车载运军粮自大台北的新庄一带向桃园方向前进，行驶到郭角火车站时，遭到预先埋伏于车站的义勇军突袭，所载运之2亩辎重全部遭义勇军劫掠一空，同时还利用时机再度破坏铁路及电报线，使得日军的补给运输又陷入困境。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娘子坑的古战场。娘子坑这个地名是取自于闽南语娘娃那个字，那这个原来就是告诉我们这边原来是客家人养蚕的地方。那在乙未战争的时候，从三峡过来的日军呢，被对面我们看到的尾寮高地的义军呢困在这个下面这个山谷里面，没办法前进，一直等到从龙潭来的3根支队解了这个围以后呢，才把大溪占领。也因此日军在占领了以后呢，就在这边进行了一次无差别扫荡的大屠杀，死伤了很多的在地的居民。后来是日军 回打的时候，从龙潭那边往回打，沿着大坑坎溪的两侧扫荡了，那叫做无差别扫荡。我听我的母亲亲口告诉我，日军骑着马过去，看到桥底下木桥底下有妇人在洗衣啊，连那个马都骑不了。头翘起来就一直叫，然后前腿就提起来就一直叫，然后那个日军就背着长刀了，穿着长筒马靴，背着长刀下去把妇人给杀了，就那边怪怪的。原本山根少将所率领的禁卫师团第2旅团要实施南部登陆作战，
却因为天气不佳的因素以及刘永福军队的严密防守，暂时终止了计划，这逼得近卫师团只能从陆路前进南征。而从台北到台南有长达近300公里的兵站线，依赖直到新竹的铁路运输当然缓不济急，所以曾经试着用水路来运输，但是因为当时海象恶劣，不利船只航行，使得这个作战计划终究还是宣告失败。我总是以为世界就诞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总是以为前人如梦似幻，活在平行空间，在我所见之外，那些规矩制度老生常谈尽都是愚昧，渴就要喝，恨就要争，哪有闲情思念那时间的长河。 Every day I chase 追逐那张生人人中白的幽灵， Till I lost my faith， 花开花落之后我到底成了谁。我感到疲惫，只能看着那些高来高去的对垒，他们踩着我上位，加官又惊觉，我只能吐呼呼呼耶。想要找寻我的光荣，从一时情怀之中，不知不觉陷落，暴露出软弱，被忧心操纵。闭上眼自我催眠，却在半梦半醒之间，今夜一幅画面突然震撼入眼帘。在以为那一年，雪里有鲜血红了香叶，没有樱花般的凄美，只有扭曲容颜。每个人的命，相信出了病因，尊严还有何可寻？一切只爱死心塌地。他的虚假的面具，你始终能解去，还来得及认清自己。天生神不信好路 question， 既然生命留下的，是我能一直在站起。We'll be right back.